今天我老爸来我岳父家了，给娇娇送药啊。他听说娇娇生病了，然后拿了一些这个土方的药啊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大瓶，两个小瓶，还有这是啥？这是给那爷爷奶奶买的那个呢？给爷爷奶奶买的膏贴啊。腰疼啊什么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谁在这给你买的膏？厉害呀，这你还给我操心。你铁的，如果先停掉了，我以后还继续拿，就再先试试是吧？哎，效果是可好。你这腰疼啊，这膝盖疼啊。这给哪买的吧？这给哪？给咱那自己做，人家是给新疆弄过来。多少钱啊？50块钱一贴，这一贴都要50啊！光贴个月，那你别急，他那是烤上去的，光贴个月，我还没见过光贴个月。贴个月，如果要是养了的话，养了的你就解了以后呢，用这药膏抹滋养的，滋养了以后，叫他烤完还贴完，还粘着，还贴着，我是抹你那的，你给你抹那个抹了菜药水的，都用试一下。这是给脚买的，这一小瓶，主要摸摸是的，中了脚还行，那继续。这多少片吧？这30块钱，30块钱一片，是你那哪的？30块钱，咱是不是给你弄的一样？你别瞎了，我弄的蚯蚓，弄的白炭化。你别搁这说了你。他说这是中毒。刚才我拧开了，里边还挺香的，你闻一下。中毒。净说瞎话，有个中药味儿。是香味儿啊。刺鼻中药味儿。都中。你这块摸我给你弄的蚯蚓，那你不敢摸，这你敢摸不敢？连一黑都摸上了。那有啥不敢摸的？治病。对，这人家都用这看好了。我去摸去。他这个治牙疼，也管磨牙疼。还管内服？你没说的磨牙，你或说的吃没事，说的这意思，知道吧？磨到牙里头。说的还治牙疼。说的是这意思。娟，等我用了给你用吧。这给我用干啥呢？咱爸说的真是智商，靠谱不靠谱？这两个说明书都没。你看还管治嘴，还管治牙疼，还管治牙疼。管治。阿爸，他跟你说的管治。管治。靠谱不靠谱？有没有人弄的？咱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周有我。爸，我咋听你说的，俺叔家那孩儿，俺兄弟，他也在这个产业算了吗？他是的，是的，他给广州的。也是这几天吗？我今天早上午那事儿。那是见我来，他在问我哪的，我说给家买的药，我也送我的。最近咋回事？怎么这么多人得这个蚕药蛇？是不是这个季节？去年更多。病毒容易入侵。你昨天摸摸。咱俩前天这给一会儿离人近，要不你先内服点吧，你预防用。责任把紧，他爸给你拿着，你用了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知道，我给你划上水，你先喝点，内服的可以喝。我牙又不疼。我说预防用。就那吧。不听话。那我去摸摸去了，我给你摸着。走。自从娇娇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以后啊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蚕药蛇，有部分朋友在评论区说你不发图片上来，怎么让我们给你参考？关键是在娇娇身上不太方便发呀，是吧？毕竟她是女的啊。如果我是男的话，拍一下还倒无所谓啊。现在我给娇娇抹一下啊，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啊。娇，要不我拍一下嘛，叫大家看看。大家太好出主意，看啥样的药好。你惊喜不惊喜啊？好，不拍，那我给你摸，来吧。你咋给他给他背上了，他要给胳膊上跟着，你给我拍吧。你，好，知道了啊。抹的我爸带的这个药啊。娟啊，这抹上亮脸还怪得的。那估计都是清热解毒的吧？反正这抹上不烫呢，这抹上凉发凉。舒服是吧？韭菜、槐花、肉。洗手包饺子，快点包饺子。好，你会包吗？好，我会。快点，小兵小将们，我包饺子。把这个馅儿弄到中间，然后这样子，先从中间捏一下。好，两边你捏紧，一定要捏紧啊，好不好看都无所谓，把它捏紧就可以了啊。耶，浩浩真棒啊。哎，把那边都捏紧，多包几个就会了。好，捏紧啊。没捏紧，这没捏紧。包的好不好看都无所谓，只要别烂了就可以啊。把口子要捏紧啊。这样子咬从正边上。哎，行，那个可以。好，放进去吧。
放进去。呀，嗨，忒多了吧那个。先捏中间，先提中间，先捏中间，这个有点多了。来来来，妈给你弄去。你下次你不要包那么多馅儿啊，中间捏一下，包这么好，排好队啊。奶呀，哎，你今儿个挺坐这吃了挺，你下岗了都已经啊。啊，说，你看这虾饼写家都是。咱俩开饺子店吧，我看我你好好包的最好看。你看小时候没来捏的好嘞。嚼这号总还怪听话的，你看。你就是别夸。咋不能夸？为啥不能夸？多鼓励鼓励他嘛，是不是？浩浩，你要现在好好学会做饭、包饺子，长大了做给老婆吃，知道没有？那还小磊，还还小磊给他说啥老婆？你看包饺子认真的，不跟我讲话了。这就是我们河南的午餐啊，饺子啊，一人一大碗饺子啊。啊，这里是哈密瓜啊，这里是调的变蛋黄瓜啊，就是一份饺子。嗯，这包的饺子好吃的很，好吃了吧？嗯，多往那跑跑，爽啊，可不赖，吃吧。把粥碗都这么人吃嘞，这是咱们凉的一会儿。不要不要，我吃了点上。啊，吃了点上。这给咱出溜买的。哎，他是给新疆的。给新娘子回来也是回来盖房子了，靠谱不靠谱？那你咋说？眼看人家都不信，有没有人？他不信，人家不信，我也不信。有没有人看好啊？有人看好了，还有那个送鞭的，送那个啥子啊？锦旗。哎，送锦旗的还有。哦。那有的腰上的值都值不见腰。嗯。有的贴的，哎。到你刚才拿着膏药。哎，都在膏药，现在不在膏药，贴的都好了。哦。贴不进贴都好了。嗯。有的干活麻麻的，还是。可以给家用的药，他有没有说几天管磨好啊？那这我没问他几天能磨好，他说绝对能治好。啊，中啊！用不多少东西，用不多机会都好了。来，哎，我爸给你拿的膏药，你看你啥时候贴的？中啊！你自己会贴不会？会。一会儿就在贴。你是哪儿疼啊？你这不老根儿。哦，不老根儿。膝盖疼。膝盖。哦，俺爷嘞？那爷那腿最近也不拿。好好，是往前贴的，贴的，这手肉的摔哪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。嗯，我再跟你说。把你前两天药汤你也贴了？贴了。你在腰上贴了几天？你看前几天你跟那会儿，你看我走路都不成疼。贴了几天？贴了一天。嗯。那一天。在昨天贴上的，昨天贴上这都不疼了。嗯。那都走路都不敢走。那就是。父爱真是伟大的啊！看到娇娇生病了啊，大老远跑过来，我爸今天把药送过来了，还给爷爷奶奶送到高铁啊，真的太暖心了。